打一下吧。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你只有打架了，你才会有收益。这一轮的话，你只能进行一次主战斗，这次机会如果错过了就没有了。你下次再去打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打出那个应有的效果了。你现在打的话，你等我遇到商人，你还可以买牌。你现在不刷这个金币，等我就刷不出来了。当然想要打仗嘛，就是不管是输了赢了，然后我们都有金币赚。但主要是我打这一仗，我也没有到特别大的收益。那或者我们可以承诺说，因为最多也就只有五个，然后最少两个。不是赢了可以还要加声望呀？我知道啊。嗯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然后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你赢了，然后你能给我几个金币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来均分。不管我们输赢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金币均分，怎么样？我们就这样子减少我们的战力。我多给你，你得试试。对，如果你赢了的话，那你想我给你几个？你觉得是 OK 的？小何他知道我的目的也是赚金币，所以我可以跟他谈说我输了的话，然后比如说我给你两个，我赚三个，你赚四个，你赚得多。然后你用这张战斗卡跟我战斗。我们想要参与战斗，但是呢我手上没有战斗卡，所以我只能做了一些让渡，加到两个金币换一张战斗卡，我觉得还是值的。因为战斗卡买的话得三个，可以吗？为什么我用呢？我没有啊。而且你现在能战斗的人也只有我了，如果你现在跟我战斗赢了的话，你就是五金币，你输了的话你也有四金币。考虑考虑，别接。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卡？我没卡了。一张卡片都没有？对呀、啊、一张卡片。我没卡没钱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你有一块钱吗？半毛钱都没有。我想去那边买一个那个战斗卡，我现在少一块钱。一毛钱都没有。那我下回我遇见他就白遇见了。那你的钱去哪儿了？我钱给小何了。哦，在他那儿。对啊，他第一波上哪儿买东西去啊？哦，那也不能借钱是吗？也不能跟那个。你现在不能借，刚才能借。不是，我只能跟这厂的人借。对啊，那个面具也那不能。那你直接抢他卡片多好，你借卡多好啊，借卡不比借钱。完了没钱了咋办？这是我的价目表，您先。价目表，行，我过目一下。太贵了，没跟别人商量啊，主要是。这其实账本上还上本上无所谓吧，我觉得。不买了。不买了吗？不买了，不买了。下面进行各个舞池的解锁。你好，二位，请问二位玩家是否情报需要传递？交换情报。您确定将手中的情报传递给舞池内的另一位玩家吗？对，好的，请传递。谢谢。你好，二位，请问质子活继承人玩家是否选择发起行动？来战吧，战战战。我们会让给你两个，你至少赚四个，赢了就五个。行。好。恭喜您，您的行动有效。请注意，玩家周笔畅阵营向玩家何运晨阵营发起了一场战斗。花儿跟月打起来了，我们是花儿的同盟，我们也可以参战。哦，他发了，那你带着我。看。带着我啊，说好了。好哥哥，不要愁眉苦脸，架已经打起来了。刚才在哪挨揍了？在那屋挨揍了。魏大勋，等着，哥们儿，你等着。怎么的了？你等着。你威胁啥？等着。你再叫，我打死你。再叫，你们就打起来了。我想买战争卡。没问题啊。但是我没有钱。哦，那就很尴尬了。我能借钱吗？在我这儿是借不了了。那
没得聊了吗？那就没得聊了。我能赊账吗？赊不了，小本经营。我再看一下。真赊不了。哦，战斗是3金币，还不是2金币。是的。我得借2块钱。你只有1个金币。对。哦，那您要不过目一下舞会优先卡？我不是没有用，没有用。那我收起来了。好吧，那锁死在这儿。尬住了。咱先换卡。我们出战要带我们的下属国吗？交易啊，他们想参战的话，他得给我们什么东西？比如给钱，就是5个金币分我们多少？不能白带他们。那最好还是说服一下那个皇子，他那边让他直接输就好。啥也没换出来，没事，不急，我已经战斗发起了。对，战斗是发起了，但是我们要赢了吗？我觉得一开始不要赢，一开始要输。嗯，咱们主战方出战，嗯，减2个声望，嗯，多3个战力，嗯，然后等下一次打仗的时候，咱们这3战力就可以一定能赢，赢第二轮的声望是2倍。是的，是的，声望是2倍。啊，嗯，而且我们现在减声望的话，我们声望等会儿就能降到最低。降到最低的话，它有一个隐藏机制，就是声望最低的那个国家，它可以另外领个道具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反正现在声望已经低了，我们就不如那个。完你也不用给他钱。对对对，完你管他还能要一个，尝试着。好，行。那咱们带那谁吗？带同盟国吗？我们就看战斗力到底出多少合适。嗯。老大，大哥，大哥。嗯，大哥。哈哈哈哈。刚才你们是向我的同盟啊，同盟发起了战斗，但是你们没有附属国。对呀，啊，你们没有下属。但我们有同盟啊。所以你打这场仗你是要赢。我不知道啊，我领主做的决定，不是我。你俩一点默契没有吗？没有，忘记说了。那咱俩没啥可聊的，你手里有战斗卡吗？我有战斗卡，也不能给你打呀，刚买了。你刚买的战斗卡？嗯。你们是想要打架的？我们不打架，我们很难出头啊。所以你现在手里的这张战斗卡一定是留着的，你要主动发起战争。怎么了？我问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有权不回答，还是说你可有可无？我有权不回答问题。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手里有拒绝卡，如果你要是不想打仗的话，我们可以进行交换。因为拒绝卡对我们有用。这个对我们也没有用，别人要打就打。魏大勋，这小子是欠揍。你现在就是，我油盐不进，我也不交换，也不交换。别人打我也不拒绝，也不拒绝。但是我们无所谓。对，魏大勋这小子说话方式极其欠揍。本轮没有玩家发起行动，闷一把。什么意思？闷一把意思是咱俩交换牌，玩一把啊。选到啥就是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有啥？我有收服和战斗。来闷一把。我也不看啊，这三个打乱嘛，就这么换了。嗯，就这么换了。第二场舞会结束，请各位玩家回到座位。不对，有用啊。